许久没有在台湾主持节目的曾宝仪，2020年底开了网络新节目《我们回家吧》，找来芊芊、露露、隋唐等八位女神好友参与。第一集节目，她和大胃王芊芊回彰化二零前，两人被指定要吃十花。曾宝仪心想，一定要想办法留肚子，但往往才到第二花就饱了。几集节目拍下来，一下就胖了好几公斤。因为前面两餐真的太好吃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想说，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还可以再来，我真的忍不住。其实我现在真的超饱。据悉，曾宝仪一直想做美食旅游节目，今年遇上疫情，在大陆的两三档节目被取消，她突然多出好多时间，想一想便决定投资自己，来满足主持美食旅游节目的心愿。自掏腰包制作的网络节目《我们回家吧》，据悉一周一集，一季共八集，制作费用高达800万元。至于会不会害怕重金打造的节目亏本，曾宝仪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只要版权卖出去，多少可以回收。再来就是她这3-4年来在中国大陆上了不少真人秀节目，估计赚了至少上亿台币。好在《我们回家吧》第一季反应很好，曾宝仪已经开始为第二季节目做准备。据悉，她运用自己在演艺圈多年的好人脉，准备邀请8位男神上节目，放话一定要让观众好看。